的，那就给它划开了，看里面包装啊。听个声，看这东西，啊，这就是天猫精灵了。啊，它这盒是橙色的啊，一个橙色的，它里面还有包装呢。来我俩啊，这天猫精灵居然用的是百世汇通的一块地，并不是顺丰。扣上啊，全都放在一边。我们看看这个主体，方糖，天猫精灵方糖，是双十一特价，69，69啊！购物什么娱乐小技能把控。从这儿打啊，从这儿打，就把这个薄膜打开啊。体验一下撕膜的快感。很清脆的这么一个膜，手机都没撕完膜，撕撕这个天猫精灵的手机只是两个贴纸啊，现在就是用那个荣耀 Play 录，还是很清晰的，也是画面很抖动，画面非常抖动。片啊，欢迎加入天猫精灵的大本营，放在一边。哦，这充电器也是灰色的啊，它是配套的。我再拿下来，哦，非常的小巧啊，想象中的小。这里面是橙色还是红色的？不太清楚。放在一边，非常小。看它这个线，这个线它有多长呢？应该有一米多啊。电源适配器啊，这个是必须插电的，不插电就需要购买那个电池。5伏60赫兹，不是12伏啊，12伏 EA。嗯，好的，这是开箱。然后测试，然后以后再推出。